学校的环境呢，是我在台北市里面我觉得是最舒服的。怎么说？他们学校有山，哇，山，哇，有河流，门前有小河啊。不过你家一定要有市场。先来介绍一下你们这边同学是木栅国小的同学。今天率先登场的是木栅国小资优班，他们运用聪明的脑袋，想出游戏最好的破解秘诀，对于胜利是信心满满哦。青国小是吧？今天至青国小一样派出资优班的同学应战，究竟两校谁能胜出呢？Go！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有在你们学校教过田径队。哇塞，教过他们学校同学，所以学校校长后悔请他来当老师。那学校校长应该退休了，十年前了，你们可能也还没出生。今天到底谁能够胜出，拿到最后的10000元奖学金呢？马上进行第一个关卡。万里长城游戏规则说明。限时60秒，参赛者需在350公分的长桌上排列15个面纸盒，要注意避免间隔过大或过小。排列好后，再推倒第一个面纸盒，引起连锁效应。最后一盒倒下，需启动响铃就可得分。木栅国小派出的是方英，还有我们的若安。方英应该创下我们节目参赛比赛的选手里面个子最娇小的了。方英，您几年级？6年级。哦，那你有多高？1.27吧。哦，但是没关系，人巧人小志气大，没错。而且我告诉你，我小学的时候长很快很快很快哦。你说体重吗？对不起，我如果有冒昧之处，请你谅解。你冒昧大了你。对不起。然后到国中之后，我的到国中之后就都没有长过了，所以其实没有关系。你呀、啊，我小时候长太快了，然后长大就不会长，所以你现在呢刚刚好。然后到国中之后说，就长得比燕京哥哥高了。而且真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最后一排，然后到国中以后都坐第一排。哎，你还是要坐最后一排啊？为什么？因为第一排会挡到人家上不了课。我就知道。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们这个万里长城有练过吗？有成功的几率很高，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拿下第一分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没有问题。没有。请就预备位置的也没有问题，对吧？请就预备位置。准备好了没？好了。哇，好有朝气哦！好可爱哦！请倒数：4、3、2。这个如果是如果以拍电影手法叫倒叙法了。哇塞，很厉害，从慢慢的这样子从后面往前拍。哇，其实可以看得出他们平常啊有练习，而且有抓到诀窍。你看一个一个刚好这样子，一个负责拍，一个量距离。哦，哇塞，好厉害哦你们，速度也很快耶。我们的木栅国小获得1分，双手交换。第一个关卡木栅国小非常的顺利，已经获得1分了。接下来就是这也算是我半个母校了，至青国小。是，听说陈佑很厉害啊。陈佑最生气的事情是，最难忘的事情是考试差498.5分就满分了。没有，是差1分，考2分而已，差1分。是我考498.5分。哦，我看成考试差498.5分就满分了。哦，是差1分就满分了。那你记得那一题是错在哪里吗？错英文是什么？少一个 S， 少一个 S 就1.5分。哪个答案？少一个 S 就被扣1分。那现在会不会每次考完试检查都会很仔细？有啊，还是你现在每个英文单字后面都加 S？
不行啦。哇，那你就真的差498分了，你好不好 ？OK， 以勋在学校最厉害的科目是什么？数学。数学。哇。数学考过满分吗？有。哦。哇。所以两位都是算是学校的高材生。对。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一分。OK， 好，请就预备位置。加油喽！准备好了没？好了，很有精神。太棒了。万里长城，请倒数：4、3、2、1。加油！加油！其实是加油够。加油！加油！是用手来量吗？方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加油！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诀窍。手量。好。有些用猴子量，有些用手量。啊，距离都一样。加油！距离都一样。喂。还有六，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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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出来已经练习过很多次，所以抓到这样的诀窍。好了，加油！哎，真的距离刚刚好哎，来看看我可不可以哦。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我来了！怎么那么厉害？陈佑，你这手打开是几公分？不知道，没上过。可是是谁做到这个诀窍，说要用这样的手势？每次看超级总动员，看很多人都用这个啊。还有，有吗？大家都用，有几个用这个啊？有吗？是用这个学起来的。哎呦，哇塞，你好厉害啊！观察力都有看我们节目哦。所以你是我们的忠实粉丝？还好，还好是。情绪都带起来了，应该是吧？他刚刚顺水推舟一下，还好。那问你，今天看到我们两个本人有没有高兴？有啊，有，真的很开心。那他有没有很帅？有啊，我们很美。有啊，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们获得两分。太好了，一分一分一分，目前1-1暂得平手，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完美降落，游戏规则说明：桌上备有6架纸飞机及1个玻璃圆筒停机坪，参赛者轮流将纸飞机射入200公分处的停机坪中，限时60秒，射入1架飞机即可得分。完美降落，四星国小所派出的是我们的伟成，是，还有我们的立彩，是的，有练过吗？有。有练过，觉得难不难？很难，很难。那你觉得要得分最大关键是什么？要得分最大关键就是天意，运气，距离能够近一点。距离是大家都一样，都是2公尺的，是2公尺距，瞄准是不是？所以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待那么近就对了，是不是？待这么近，待那么近，好不好？没有，你是邮差送信啊？不是，小朋友讲的，我们要改善呐。不行啦，这样子一点难度都没有了，你。可真的很难呢，2公尺哎。不会，待会他们结束后，我再示范给他们看。最好是。我篮球员呢，拜托。各位朋友仔细看哦，他等一下要做示范哦。我是因为英文不好，没有钱买机票去美国，不然我打 NBA 的。你是捡球头吗你？好，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一分，好不好？好好享受，营救一分钟 ，OK。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完美降落。我们将途中碰到的困难，就是我们纸飞机一直射不进洞里面，所以我们想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回家一直练，一直练，狂折纸飞机。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赢木栅国小，拿回奖金，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Yes。请倒数：4、3、2。而且我跟你说，当他投进去的时候，你知道立彩在后面说什么？立彩在后面说：“好帅，好帅，好帅哦！”怎么可能射进？7秒，7秒射进，7秒，他不是很厉害？7秒，全部都给你哦。7秒，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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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NBA。恭喜志清鼓掌，获得一分，7秒钟获得一分，最快的分数，最短的时间，超强高手交换。哦，压力很大，对不对？哦，超大，好大，好大，这也太大了吧！股票压力很大，我跟你讲，一切都是运气。对，对不对？对，你看我刚刚飞了6次都没有进。对啊 OK 的，1分钟以内就好了，慢慢的、慢慢的来，好不好？OK。好。有没有信心？有。不过听说你们两位有人上课忘了带书包啊。我。怎么会忘了带书包？就以为是一年级的时候就忘记带了。哇，那你不会觉得空空的到学校吗？不会啊。不会。都忘了带书包也蛮厉害的。那最后呢，妈妈送书包来给你。对，最后是那个一个志工妈妈在外面看到我，然后后来她刚好认识妈妈，所以就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后来妈妈就插在那个，然后就妈妈就送过来。哦，太糊涂了，现在不会了吧？不会，现在不会了。OK， 加油了，完美降落，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4、3、2、1，加油！好，2公尺的距离，加油！全队7秒钟的压力，加油！没关系，有劲就好，加油！加油！加油！好，第二个轮流来，加油！加油！加油！好，轮流来，加油！来轮流，加油！加油！一个轮流来，加油！好，加油！一个帮忙捡的，赶快帮忙捡，好捡！飞临机室，一次出去就不回来，这头都被你们给撞烂了，这太大力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真的要技巧。哎呦 ，NBA 来 ，NBA，NBA， 有这个要技巧，这个除了技巧没有别的方法。我想问一下你几？不要讲话。好，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靠运气。所以还是要靠运气的，好不好？所以没有得分没有关系，待会继续加油，好不好？好。OK， 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关卡。翻滚吧汤匙，游戏规则说明：将2只汤匙一前一后并头尾相连的平放在桌上，参赛者需单手拍击前汤匙，连动后汤匙，使其翻弹至杯中，限时60秒左右，各需完成一次即可得分。木大国小目前呢少一分，所以呢找出他们最重量级的同学出来了，是不是？裴宏还有孟璇，有练过吗？这个项目？有。有练过？困难吗？你觉得？还好。有抓到什么诀窍吗？就是秘密不能。秘密不能说。自信还没比。聪明对自信还没比。他这么说了，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一分，好不好？OK， 请就预备位置，准备好了没？好了。Yes。请倒数，4、3、2、1，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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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能力量太大了。是放在饭盒里头的。力量看你多厉害 ，NBA。力量，恭喜你们没有办法获得一分，这算是蛮难的啦。没有关系，虽然没有获得一分，待会继续努力，好不好？好。攻守交换。志清国小派出所，我们高希还有江承佑聊很多了，这功课很好了，差一分就满分了。嗯。不过高希蛮不幸运的，走路的时候被飞碟打到。没有被飞碟打到。那被谁打到？被石头。有受伤吗？当然有啊。有流血吗？有流血吗？当然有啊。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有送医院吗？有送医院，还送医院。那有缝吗？有啊，是缝。缝哪里？我看。缝大概这里吧。哦，现在好像消了。看得出来吗？看不太出来。好，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一分，好不好？现在目前呢，2-1，你们暂时领先一分。但是呢，稍有差错，可能分数就会被木栅国小给追上。是。他们在后面一直在追赶你们的分数，压力会很大吗？还好。好，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一分。你很怀疑，他很肯定。准备。高希加油！请倒数，4、3、2、1 ，Go！ 加油，来，高希先攻。好，恭喜！高希，先攻，你在那看，不用急，不用急。高希，你有55秒的时间，慢慢来，很有时间。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这个游戏，没有啊？怎么飞机也飞得进，这个也能弄得进去？就是用得进啊！你们太厉害了吧！而且他只花了4秒，对啊，你有55秒可以玩，不过你用14秒，你也达成任务了，超厉害的！你不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还好，恭喜你们获得一分！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顶尖对决，游戏规则说明。两位参赛者轮流用帽圆顶起牙刷，运至距离200公分处的牙刷筒里，限时60秒，两人各需完成一次即算过关。顶尖对决。好，派出的是我们的伟成，还有我们的丽彩。丽彩说过，他说他们这次来的时候有点让对方了。是啊，因为他说这样还让对方，他们已经3分嘞。他说他们学校来的还不是最厉害的，所以学校有更厉害的。没有更厉害的。有。你说这个顶尖对决这个单元厉害吗？还是所有的厉害？所有的厉害哦，所有都厉害。怎么不叫他们来呢？他们会紧张。哦，那不是比赛型的，那你们成功几率高吗？我相信会高吧。是哦。这酷。可是我听说你好像第一次就成功了，对不对？伟成，第一次就成功了，有什么诀窍？就不能讲啊。哇，旁边人说不能讲，不能讲。他说就不能讲啊，不能讲，好，那就不要讲，待会再来讲好了，好吧？希望你们可以获得这一分，你们现在目前是2分，你暂时领先了 ，OK？ 好，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4、3、2、1。一次就 OK 的哦，加油！不要有压力，慢慢来，拿出乒乓球，加油！哦，好稳哦，加油！轻轻的放，加油！稳稳的，轻轻的，加油！立起来，稳稳的来，加油！标准了，他们已经派出他们最弱的6位同学，你看他们其实很多厉害，加油！一样非常的稳。已经拿下4分了，到目前为止你们没有一分没有拿到的。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感言吗？有。有什么感言？请说，丽彩。就是这好简单。啊，这好简单。等一下，没有关系。等一下，心手相连。如果你们学校还能再破纪录的话，我就再送你们东西。什么东西？待会说。好，你好好想哦。好好想哦。好好想想。因为你说得出，我们就要得到哦。我说的时候我就做得到。哎呦，恭喜你们获得一分！各位朋友，攻守交换。
现在在后面追分的木栅国小派出他们的强棒方英，嗯，还有若安。方英觉得若安的平衡感是非常好，对不对？嗯。为什么你觉得他平衡感非常好？何以见得？练习的时候都很少在掉。哦。大家好，我们今天练习的项目是顶尖对决。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走一走的时候牙刷很容易掉下来。后来我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在顶的时候稍微把牙刷顶进去一点就可以了。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获胜，加油！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没错，现在呢，占了比数已经占成4-2了，是只落后2分了，好不好？每一关都拿继续拿分数，等一下比赛的时候谁赢还不知道。对，有没有把握？有。太好了，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好。球球滑水道游戏规则说明：参赛者手持卷尺，在靠近自己一端的卷尺放上乒乓球，需让球在180公分的卷尺上滚动，并使其掉入远处的杯子内。限时60秒，两人各需完成一次就得分。听说在这一关，我们的宇浩兄他有独特的见解。听说你有个秘诀是吧？不能讲，是不能，但是不能讲。哇，真的非常的棒。都到这个关卡了，你就说出来吧。因为一样，我们少一分都不行。你好，太好了，希望你们可以拿到这一分。我就来这边后面看看你的诀窍是什么。请就预备位置，准备好了没？好了。请倒数，四、三、二、一，加油！加油！加油！袁先攻，加油！稳稳的来，加油！扣住杯子，加油！来看看他的秘诀是什么，自己拿球，自己拿。快点的，不要快点的。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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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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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好好，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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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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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还有15秒！你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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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倒数。我还要再问你秘诀吗？不用。虽然没有获得一分，但也继续努力啦，好不好？可以。来，勾手交换。准备好了没？好了。很有精神。好有精神。请倒数，四、三、二、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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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加油！加油！
吗？有。恭喜你们获得一分。后面好紧张哦，只剩十秒给你耶。要不要分享一下秘诀好了？就拉起来。拉起来就好了。哦，平常心拉起来就好。其实到瓶口之后，到杯口之后要处理是最难的。嗯。但是刚刚第一关差一点点掉了。对。第二个很及时，在59秒62的时候拔出来了。很厉害。恭喜你们获得一分。好强哎！你们每一关都得分哎，目前5分哎。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金手相连，游戏规则说明。6位队员是排成一横排，手牵手相连，限时60秒，将两个相连的呼啦圈运用身体投入脚出的方式，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来回各一次，花费时间较短的队伍即可得分。金手相连。这会让人家很紧张的一个项目。说到新手相连，其实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关卡。除了小朋友非常的棒，同心协力之外呢，在就是我们硬硬哥哥呢，对，在这时候呢，给大家一点福利。对。之前呢，有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他送了大家喝咖啡跟巧克力。对。今天他说呢，他要有不一样的礼物要给大家，是什么？我们现在目前全国纪录是36秒74，很好。如果你们比这个纪录还快的话呢？怎么样？所有的人。这礼拜伙食费我全包，只要有发票，只要有发票，实报实销。哇塞，真的假的？对，等一下，可以先帮我立一下帝王星之类的吗？请问一下，你们有练习过吗？我跟你说，他们是比赛型的选手，他们是自优生，比赛的时候就超厉害。练习的时候最快成绩多少？41.51，51，51，51。比赛常常肾上腺一亢奋之后，31就回来了。而且我跟你说，你说是全部等伙食费，不瞒你说，我一个星期伙食费就会让你破产了。来，我跟你讲，如果他们31秒的话，你的孩子10岁以前我养。怎么可能31秒？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快一点！这不过是个比赛而已，好不好？你知道养小孩要花多少钱吗？好，就这么决定，有没有信心？有！所有的工作人员有没有信心？有！手下工作人员有没有信心？没有。加油！不要再笑，请牵起你们的双手。36.74，希望你们可以突破36秒74这个全国纪录。准备好了没？好了。心手相连，请倒数。3、2、1。加油，稳稳的来，很好。哇，好快哦。很好，投进，一起投进。投一，一起投进，一起脚出，哎，有点卡。加油，没关系，很好，非常棒。投进，很好，脚出，很棒，投进，脚出，好，投进，很好，脚出，好，投进，好，回来，投进，嘿，头先进，投，好，脚一起出，很好，脚出，投进，好，很好，脚出，投进，投进，投。投进，脚出，等他一下。好，投进，脚出，很好。投进，脚出，很好。投进，好。36.73。没有了，在吓我。兔宝能不能叫你干爹，就看现在了。表现非常好。你可能要继续辛苦一下。成绩是。51秒94，还是很厉害，速度很快了，很棒很棒，表现很好，为自己掌声鼓励，很棒。心手相连，攻守交换。好，刚刚是51秒，是，然后现在是木栅国小，有练过吗？有，快吗？不快，都不快啊。不快，那我就可以来玩一下了。怎么样？你觉得几秒可以？45秒好了。45秒，刚刚我
我们工作人员是有讲说，哎，麻烦彦君哥哥，如果你等一下还要这样子的话，我们想吃鸡排，所以如果45秒以下，请，请吃鸡排吗？好，我四十五太慢了，太快了，四十五有机会，四十五有机会，你真的很小气呢，45秒全部吃鸡排，耶，靠你了。好吧，加油 ，OK。没错，老坏嘞，加油，老坏 ，OK， 好。心手相连，请牵手。有没有信心？有。心手相连，请倒数。4、3、2、1。加油！稳稳的来，45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稳稳的来哦。怎么稳稳的来就可以？投进，脚出，投进，两个一起投进，很好。然后脚出，好投进，好脚一起出，很好，好投进，朱文朱文你的脚，我不敢看，好投进，投进投进投进，好了投进，好好脚出，等一下等一下等他，投进投进，好，盛苗你脚不要出来呀，盛大哥，投进投进投进，啊投脚不要出来，盛苗你脚不能出来，投进脚，好很好，哇很标准很标准，投进，很标准太标准了，加油加油，脚出。投进，加油加油，很好，投进，投进，投一起进，脚出，很棒，投进，投进，进不去，欢迎投进，投进可以吗？脚出，对，第一个，好，好，再下去的话，可能录完影，每个人都有伴手礼带回家了，除了鸡排外，都有伴手礼了，成绩54秒16，哇。比完赛之后呢，志兴国小是以6-2领先我们的木栅国小，所以志兴国小可以获得10000元奖学金。虽然大家没有咖啡，还有鸡排喝，没有鸡排吃。不要再逼他了，他也无比赛比赛了。他刚刚关我什么事？他刚刚拿出2000块，想请现场100多人喝咖啡，他心里在想什么？好，虽然。虽然没有咖啡，还有鸡排吃，但是我们为了荣誉会继续奋战了，好不好？马上进行我们的。我们要先恭喜志兴国小获得10000元的奖学金。接下来呢，金库密码要为了第二个10000元奖学金而奋战。是。他们所派出的同学，就是当年以1分差一点满分的同学陈佑。人生不能再有遗憾了。接下来只考你7题而已，非常简单，有信心吗？嗯，没有。你同学都生气了，不要有压力，就当作来玩就好了。我给你看一下答案，好不好？好。哎呦，感觉看到了。有看到吗？再看一次。好 ，OK， 我已经放水很多了，我没有给人家看过的，再一次。深呼吸之后，我们来开始出题了，好不好？请深呼吸。好，请出题。金库密码：64、67、左1、右6、左三、左九、右二。好，请转身。请在1分钟之内说出正确的方向以及数字，计时开始。第一个号码64，第二个号码右七，往右边转。第三个号码。左三，至少有2。其实你记到后面的号码，可是我刚刚有听到你一直在念一组号码，你现在记得它是多少吗？一多少？一然后呢？16392。恭喜你答对了，不过时间已经过了，好不好？恭喜我们的志兴国小获得今天10000元奖学金。恭喜木栅国小同学可以得到我们精美的奖品，谢谢你们。
迎继续收看我们的